穿瘦肉裤哎，说大肚子看到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你看小蛮腰都有了。对了，刚才那个衣服提都提不上去，现在穿起来跟女神似的。哇，这个裤子啊好舒服啊！你看吧，我都150斤了，这么大的肚子全部能包起来，关键是它还有弹力呢，一点都不怎么累的。就用平角裤啊，还可以大胸裤穿的，那就过了人都舍得呢。对嘛，以后咱们穿连衣裙了，一定要买收腹裤穿。这个呀，得感谢老板娘推荐的好。那老板娘，这个裤子这么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的，这个是我自家工厂生产的，40油1条，79两条呢，很划算。哇，老公这么便宜啊！我以前买了1-2码的都很贵呢，而且都穿不了。嗯，帮我多买几件吧。行，这个咱们买多几条，以后换着穿。嗯，走，来来去。